2019年、音楽の夢を抱いたその少女は、音楽活動の幅を広げるため、チームと共に日本へ行きました。彼女は新曲を作って、チームメイトに聴かせる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この曲への期待は大きく、みんな真剣に取り組んでいます。Hello， 我是 Andy 周国贤。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兔星星 Rabbit。好啊，咁咧我就先同星星兔倾下偈先。冇记错嘅话咧，对上一首新歌《My Happy Pancake Shop》咧，佢哋而家都有超过一年嘅时间咯噃。新進ラビット、マルチメディアクリエイティブアーティストであり、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でもある。日本の主要なイベントに招待され、彼女の曲は様々な携帯の音楽ゲームに採用されている。非常に才能のある期待の新星。今日隔了咁耐冇喺日本推出新歌咧，歌迷都等得好心急啦。咁你有啲咩嘢想同佢哋讲咧？咁我同日本嘅樂迷打聲招呼先啦。Hello 皆さん、私は新進ラピットです。いつも私の音楽を応援し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係啦，咁其實對上一次推出歌曲真係有年半之前啦。咁其實 My Happy Pancake Shop 就係同我日本嘅樂隊 Rebreak 一齊合作嘅一首歌啦。咁其實亦都會喺個 game 叫做 Voice 入面會推出嘅，不過而家係仲 delay 咗，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嚟緊會期待今次呢一首新歌啦。咁因為呢首新歌咧好開心，就邀請咗喺我身邊嘅 Andy 先。Andy Chan。シンガーソングライターであり、俳優でもある。トップミュージックアワードを受賞し、最近ではベストオリジナルムービーソングアワードを受賞。また、主演映画、ワンセカンドチャンピオンの日本公開が決定している。無限の可能性を持つクリエイティブアーティスト。咁就同我一齊合唱啦，非常之多謝佢，因為咧為呢一首歌就注入咗一種好特別嘅能量啦，同埋聲音咁樣啦。好啊，多謝。咁啊 ，Andy 啊，因為呢個訪問咧有機會會接觸到日本嘅觀眾啦，咁你都可唔可以用簡單嘅日文介紹一下自己咧？好緊張啊！はじめまして、日本の皆さん。香港から来ましたエンディ・ザボイ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好啦，星星兔，今次咧呢首新歌咧《Koi Banner》咧，點解會邀請周國賢嚟合唱咧？其實咧呢件事就真係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夢幻啦，同埋係天時地利人和嘅。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呢一首歌咧係錄咗超級耐嘅，
講緊係2019年11月尾啦，我最後一次喺日本，咁就因為作咗呢首新歌，咁我就即係唱俾你聽啦。咁跟住佢哋就話：，誒好中意喎，同埋日本嘅人係好啱呢一個口味嘅，咁所以就一路係咁 tick 我嘅 vocal， 係要好準確咁樣去即係唱到呢個 lyrics 出嚟咁樣啦。咁所以就錄咗好耐，所以咧。我點解咁講呢，就係、如果呢一首歌係早少少錄完嘅話呢，我應該就唔會同周國賢喺呢一個時間點上面遇見啦。咁即係話我哋就唔會合唱呢首歌，可能我已經出咗個 solo 嘅版本啦，可能放棄咗混合唱啦咁樣。咁亦都要講翻，因為我搬咗新 studio 啦。咁其實我新 studio 呢就好想 reunion 翻一啲我好耐冇見嘅朋友，咁咁啱嗰陣時就係揾翻一位8-9年冇見嘅朋友啦，咁然後我就同佢講話啊，我而家去咗日本發展啊，我呢首新歌咧喺個腦入面不斷有把聲音同我講話要揾一個男歌手合唱，咁但係因為當時 pandemic 啊嘛，咁我翻咗嚟香港，咁又即係已經出唔到去啦，咁我就即係啊，會唔會香港可以揾到個男歌手可以同我合唱咧？咁我呢位朋友就話：咦，你會唔會想試一下問一下 Andy 啊？因為佢就係同 Andy 一齊工作嘅。我哋可以舊同事啊嘛。係，我都好耐冇見佢嘅。係咪啊？係咯。咁跟住就，哦好喎、啊、咁樣，因為但係我其實心入面喺度諗，其實 Andy 會唔會同我合唱㗎？跟住佢話佢會㗎，佢即係都好中意同一啲新人啊，或者係一啲好獨特有趣嘅單位咁樣去合作嘅，我話真係嘅，好好啊！你幫我問下佢，咁然後就促成咗呢件事。咁當然去到最後，亦都係要 Andy 佢中意呢一首歌，或者係成個 concept 咁樣。咁最後都等咗佢一段時間。咁我就有一次去拜訪佢工作啦。我仲記得我好緊張啦，因為其實我本身認識佢嘅，咁但係好耐冇見嘅一位朋友。咁然後就最後終於就佢應承咗呢件事，咁啊。係啦，非常之開心。timing 嘅重要性啦。係。好，咁啊呢首新歌咧就講及一啲過去冇做啊或者冇講到嘅一啲遺憾啦。如果而家真係有部時光機可以俾你哋翻返18歲嘅時候，你會做啲咩咧 ？Andy 先啦。我諗我會，其實都冇乜特別嘅要做，都會做翻，都係會繼續寫歌，都係會咁樣同。咁樣樣去成長咯，但係如果我可以有部時光機翻翻去，我會點醒我18歲嘅我，即係可能有一啲有啲同朋友之間嘅決裂啊，或者有啲唔使分手嘅分手啊，都會喺即係俾一兩即係點醒佢，等佢唔使點條明路俾佢行咯。係啊，好啊，咁聽聽歌咧。我啊，我會逼迫自己一定要唔好放棄咗我個日文課程咯，因為其實我一路都好中意日文嘅歌啦，日本嘅文化啦，咁然後其實18歲嗰陣時，我記得我喺我自己張牀啦，就聽住 Icon 嘅歌，咁跟住我就已經幻想啊，我好想第二時有一日可以喺日本唱歌，即係我唔知呢啲奇怪嘅念頭係，即係明明你係講廣東話，但係點會有機會可以去到日本呢？咁但係呢一啲神奇嘅事就真係有陣時你諗下諗下會實現嘅喎。你咁講，我都想再提醒翻自己多一件事，就係、我以前19歲喺日本嘅時候咧。雖然我有寫歌，但我長期困住自己喺屋企寫歌，即係我可能性格比較即係嗰陣時冇咁怕醜啲啊，唔敢同人溝通，咁所以就長期唔出街嘅，唔識 social 嘅。咁如果我可以翻翻去19歲嗰年，可以同佢講：喂，你多啲 social， 即係可能識多啲真係日本嘅朋友，擴大你可能真係認識到玩音樂嘅朋友，可能我個歷史就會改寫噶，係啊。在日本出道，好想我都好想。好啦，咁啊喺錄音方面咧，要講下喺錄音方面又有啲有趣嘅經歷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首先我再一次好多謝你邀請我今次同你一齊合作呢首歌《蓋爾班牙》啦。
咁我人生裏邊其實我有陣時都會唱下日文歌，即係 for fun 咁樣自己cover。但係如果要咁認真去做一首歌嘅製作，日文嚟講係第一次咯。咁我記得我個過程入邊係有啲辛苦，辛苦在唔係嗰個即係情緒上嗰啲，我都都是用翻即係正常唱廣東話嗰樣，即係明白嗰個歌詞，擺自己喺嗰個世界入邊嗰個係處理到。但係難處理嘅係原來剔日文 focal 係一啲都唔容易咯，係我以為廣東話已經係好難，原來日文仲難嘅，即係嗰啲所有長音啊、短音啊嗰啲你以為係咁樣發，你聽其他歌日文歌。那個發音是這樣發，原來又不是的，到你真的錄的時候，還有其實日文歌不易唱，是的，我就說一件事是周國賢都不知道的，我現在爆料先就是呢其實呢在他，因為第一次呢他是來我 studio 錄音的，我們第一次 testing 這樣，咁咧話説咧喺呢個錄音嘅之前嘅，我諗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左右，咁咧我就係新進ラビットは何を言うのでしょうか。後編にご期待ください。